Hello， 今日是10月18号，咁今日就一个小休嘅空档就出嚟买餸。呢个系我哋平时叫开嘅菜篮，咁我哋入去睇。仲有咩？仲有呢？咁就入过嚟咧，个环境都大。就係咁大啦。咁呢邊咧就買花買植物。然之後就唔同嘅菜擺喺度，咁你就可以慢慢揀。佢仲會有建議食譜俾你，$2三大棵，好啦，擺落去。青瓜。呢個係$3。重啲，但係都麻麻。呢度就系收银嘅位置啦，入边嘅食物咧就要到时问佢攞嘅，但系出边咧就可以自己拣。有粟米，拣啲大只啦。系咪？诶，原来嗰边买南瓜，系啊，以前系买花噶嘛。呢个系咪即系呢个啊？即系两个$2。今次試下呢個蘋果，呢邊咧就主要放唔同嘅生果。如果買生果$4.75，買一個就$1.75，我哋應該買幾多個生果？屋企仲有幾多？四隻。這個 cotton candy 的提子就是吃落會有棉花糖的味道，但是它就會相對地貴一點。無核的西瓜$4啊，真的有脆不脆啊？邊吃 can 啊？但不過很重的，真的很多水分。但這個3.8，但是望到好像这个重很多，但是这里好像3.8。这个位置呢就是买南瓜，我都是第一次，因为之前这里是买花，现在就刚接入遮丝的，又近 Halloween， 所以就全部都是南瓜。呢啲就细细只，只有一个手掌咁大。呢啲就比较奇形怪状，3.8啲。通常节日啱嘅时候，你就会见到啲人喺屋企门口、花园或者后一就会咁样摆一堆南瓜喺度。这个太大个了，这个。
呢個似唔似嗰啲龜啊伸個頭出嚟啊？你肯定講我似龜，又唔似鴨啊？誒，有個嘴咁樣，似蛇。嗱，你自己講噶，唔係我講噶。呢個最怕蛇，聯想到呢嚿瓜，話佢似蛇。呢度仲有擺咗好多羽衣甘藍。呢度啲收银员好犀利，佢哋系会背得晒成间铺头货品嘅价钱，然后到俾钱嘅时候，佢唔需要计数机，亦都唔需要收银机，就可以好准确咁样计得啱呢个货品嘅价钱总数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就去完呢一个菜啦，买，其实我哋都买咗好多嘢。咁呢度就相對地比較平，但係佢就比較細間，所以好快就行完。咁間唔中如果要買生果嗰類咧，就多數都係嚟呢一間度買。咁今日就係咁上下，嗯，拜。嗱，阿女而家俾尾呢個南瓜，夠唔夠大啊？你睇下，一擺心就有個坐喺度啊，好唔喐啊，仲重過阿女咧呢個南瓜。你真搬唔喐，耶！你过嚟搬，我真讲笑，我真系搬唔喐。系重过一包米嘅廿五磅啊！嗱，廿五磅嘅米我都搬得到。呢个南瓜搬唔到，肯定唔系我散嘅，系太重。八蚊一只。八蚊一只，我搬唔喐。如果我哋想买，我唔知我点搬翻屋企。要请人搬。